我觉得这样比较好，像是燕妮怎么看？太子，我觉得也是。对吧？你为什么不问我怎么看？那你说说你怎么看呢？我没有意见啊。那你说吧。我没有啊。好了，奥巴他疯了。啊！快过去看！哎，去看看。哇！哇！快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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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山虎探虎，位居全无，生死绝育处，踏上不归路。危险！危险！危险！谁威胁你的呀？箱子没事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快点下来！快点下来！下来吧！快点下来！哈哈哈哈哈！又失恋了，每隔几天就要失恋一次啊！ 独孤也飘渺，无人绝绝饶。快下来！你像一个痴呆一样啊！是不是赌钱赌输了啊？啊！他喝了我做的汤就变成这样了。啊！这……哎呀，他很喜欢喝那个汤的。你给他喝了什么汤啊？ 就是这个，我都是按照这个菜谱做的。我看看，菜谱。啊啊！这哪是什么菜谱啊？这是我刚丢的药方。什么药方？药方？这个药方是销魂汤，喝了之后反而会增加他的抑郁，更加想死啊！啊！你无言。 快下来！快下来！啊，麦大人，快下来呀！快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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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
你有没有失恋过？你知道失恋有多痛苦吗？我告诉你，失恋真的很痛苦的。现在你也知道了。懂了。胖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他已经知道了，你们还不知道。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床单拿远一点，我跳很远的。别听他的，他跳的没那么远，不要听他的，往前。好的。哇！我都叫你们尽量把床单拿远一点吗？哦，多克，多克，好吧，你们还是让我死吧。喂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们让开让开让开，冷静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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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冷静点？独孤也飘渺，哎呀，无人觉晓。小姑娘，你想想办法嘛。命运令傲笑，风寒人苍老。其实这个毒也不难解啊，那就太好了。只不过有一味药引比较难办啊。你能不能一句话说完呢？到底什么药引呢？要用100根头发入药方能解毒啊。怎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药引呢？这，
给你。哇！奈奈吃药了。施主，虽然我们都是童男，但没有头发给你呀、啊。阿弥陀佛！住持，我要出家。欧巴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还要出家？我要出家，回家。我要出家，回家。我要出家，我要出家，我要出家。我要出家，阿弥陀佛！我要出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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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家！我真的要出家，走啊！阿弥陀佛！我要出家！你们干嘛要绑着我？我都生无可恋了，你们几个就大发慈悲吧，不要折磨我了，把我给啊！我很苦啊！哇，你给他喝的什么呀？药啊！哦、啊！麦大人，你们在笑什么？嗯，你干嘛绑着我？嗯，我脚好痛啊！麦大人，相姑娘，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命。除了这束花以外，我还能以身相许。麦大人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那相姑娘，我中的毒那么离奇，算不算是天下第一的中毒奇才呢？这个也可以算啊。也是开玩笑的啦，我只是不懂啊，就是相姑娘，你的心中除了这个天下第一，还有什么要求呢？我心目中的其他条件，哦，她必须文武全才。哦，武的方面我已经是天下第一了，难道有人反对吗？文可提笔安天下，你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也可以。只要你有这个要求，我就可以。麦大人，你其实不用这么苛求自己的。没有那么苛求。之前我就打算那么做，现在既然你要求了，我就这么做了。麦大人，哎呦，你在这里啊？哎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我呢想将黄连府呢改名成欢喜府，你意下如何啊？哎，喂，又叫欢喜啊？那以前的欢喜县呢，风水不错的。那是、啊。哎，不用想了，来来来，签个名就好了。哦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哎，现在好了、啊。哎呀，那以后呢，欢喜府大大小小的事情呢，全都由我来管就好了。喂，我才是知府啊。哎，你这个知府没有我的军队和军饷，就跟难民一样啊。对，只不过呢，就是我这个难民知府，让那个不可一世的马九本栽了跟头，连带着将一个有兵有粮的将军救了回来，不是吗？好，我们前世就不再提了，那就最好了。反正以后呢，欢喜府中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，一定要实施一个严格的军管。哎，不行，欢喜府现在最需要的是三文治。能吃吗？吃你个头啊！
是文明文化还有文艺的管制啊。哦，我知道。哎，你那一套已经过时了，我一定要调我的军队来实施军管。文治才对呀、啊。军管都说文治了。军管文治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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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军管文治、啊。军管文治、啊。军管文治、啊。喂，两位大人，军管、啊、你们在吵什么呀？军管，喂，哎，来的就好，来的就好。哎呀，我们这里呢要改名叫欢喜府。你说这里这么乱，是不是要实施军管呢？哎、你说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欢喜府当然文治啦。我说军管呢、啊？我要文治啊！军管，文治，军管，我还是要文治，肯定是军管。哎呀，两位大人啊，这有什么好吵的？分开就好了。啊？对哦，以后分开管，你管你那边，我管我这边，这没问题。只不过呢，我有一个条件呢，啊，就是谁管得不好呢，麻烦你收拾包袱走人。哎，那你去打包了你。你以后站我这边哦。嗯。嗯。别过界。我过界了吗？过来砍条脚啊。切，哼，干嘛？切，哎，你看我干嘛？别过来啊。你也别过来啊，别过来，别过来。嗯，嗯，你肚子过了，你手刚才过来了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哎，我们家公子呢？我给他买了西瓜。哎，等等，好，我去。嘿呀，哇，哎，你干嘛劈我西瓜？我给我们家公子吃，又不是给你吃的。那也没办法，你刚刚就站在我们东西分的这条线上面。我们这里是分开管，所以要劈开。现在东西要分家。喂，啊，他这个人也站在中间，要不要劈开呀？看你心情，我没有意见。那好吧，就把他中间劈开，然后要西边的年糕。喂，你当我三岁小孩啊？你要西边，所有好的东西都在西边。反过来呀、啊，我要西边，你要东边呢？不行，西边的人一定要军管，你管不了的。那我要西边，你要东边是最好的啦。什么嘛？不是我说的。什么乱七八糟东边西边的啊！还要把我劈开，想让我断子绝孙呢？哦，我想到了，整个府衙所有人一起出来，谁支持的人多，谁就可以选边。哎呀，好，我同意了。嗯嗯，喂，现在3-3怎么办呢？哎，还有相姑娘，她一定会投我这边的。相姑娘说了，她说她不打算来了，因为她不知道怎么去选择。那不如这样吧，来一个刺激一点的，剪刀石头布，一局定输赢。啊，这个你决定，你这么想我就成全你了啊！就这样，肯定是我的了。剪刀石头布，肯定不会出剪刀。哎，剪它！来，等等。哎，怎么会？我你把剪刀扔了。不行，好，太好了。剪刀石头。我们就爱接受这种挑战的任务，怎么样？对，挑战。我年轻，这不是叫挑战，这是你在垂死挣扎。哎，走了，先走一步啦。哎呦，这个胜利的手势害我们了。哎呀，热呀！你一圈就热了，跑。肌肉小姐，红了吧？啊，不红，快点继续跑。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
军，将军，红扑扑了吧？啊，再不红，我觉得我自己都像红孩儿啊！不够，继续。停！红了！嘿，蚊子，继续。将军，快好了。停！那我自己来。没有啊，没蚊子啊。红了，而且都快成红孩儿了。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！我要吃鸡，我要吃鸡，老小姐。什么？我说我要吃鸡，鸡肉小姐。鸡肉小姐，给我吃啊！好香啊！没关系。谢谢。哎呦，我也饿呀，鸡肉小姐，我要吃鸡。给你吧。不，我不是这哪够我吃啊？这个。还要不要吃？吃。你们吃鸡吧，哈哈，我吃大西瓜。放下，将军他都裂缝了，裂缝也不会给你吃。哎呀哎呀，将军啊，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鬼地方啊？将军，你看什么？流星啊！我要许愿，我要吃大西瓜。啊，将军，有官兵啊！官兵来了，将军。蠢货！王金口、李存口、孙山口、刘川口，属下来迟，请将军恕罪。免了，以后你们就好好表现吧。是。那就请将军和吉柔小姐随我们来吧。人呢？我的鸡，我的瓜，这家伙啃得可真干净。殿下，太子坐啊！你来的正好，你来的正好啊！我说你这死胖子，有事没事让我们太子殿下移驾到这里，你是想断子绝孙吗？怎么会没事呢？闲着没事呢，公公。啊，说多少次了，人家不是公公。真的很像公公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什么事啊？哦，殿下是这样的。哦，就是我们之前呢大胜流寇一场，是不是应该上报朝廷，也让他们高兴一下呢？不过首先我要声明一下，我是一个淡泊名利，是名利如粪土的人。不过这次与流寇一战，在殿下的英明领导之下，大获全胜，还是有我的一点点的功劳，是不是也应该上报朝廷，让曹姑娘她也知道殿下你的英明，也让她知道杜云腾沽名钓誉。奏折写好了吗？哦，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看看，反过来，反过来。这位，很标准吧？你这不是儿戏吗？你要把这个送给父皇，把父皇惹怒了，还不要了你的脑袋？那应该怎么写啊？
你问我？年糕啊，陪他洗。我呀，真是够了。那就有劳公公了。嗯，还是麦大人您写吧。别客气了，就你来写，更快一点啊。你也不会写字啊？啊，难道这个看起来这么明显吗？你贵为太子侍读，你居然不会写字？喂，有人是太子侍读，但是不会。小点声。名义上呢是陪太子读书，其实呢只是陪吃陪喝陪玩啊。哦，这样啊。现在这个时候告诉我，我得多难过啊！喂，你埋怨我干什么？哦，不会是你也不会写字吧？我不会写字，我不会写字啊。不过我尽力。好，你一起。请问奏折的奏怎么写啊？全赖皇上圈圈浩荡，叉叉海内，太子殿下更是算无一策，有如圈叉孔明在世。等一下，什么圈圈叉叉？微臣也不清楚啊。皇上，老臣斗胆一猜，他可能是赞美皇上皇恩浩荡，威加海内，同时也赞美太子，又如诸葛孔明在世啊！末将甘为皇上太子，万死不辞，率我天军冲插陷圈，即便沉重16箭，被砍26刀，以致满天喷血，也毫不退缩。点点点点，什么点？可能省略战士的激烈吧。接着念，接着念。经过一番比你们能想到的最苦还要更苦的苦战。臣率兵把流寇团团围住，一番叉叉，大叉特叉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接着念吧。叉的流寇横七竖八，尸积如山，最后斩首十余万。啊，经此一役，流寇鸡飞狗跳，元气大伤。恭喜圣上，贺喜圣上，此役流寇再也不足为患，吾皇万叉万叉万万叉。什么东西，狗屁不通。微臣死罪，未能将义子教好，触犯天威，请皇上息怒。麦将军乃是军门中人，对书礼可能有些不擅长，不过在此情况之下，他能够亲自提笔，也算对皇上的一番至诚之心呐。无论如何胜了就好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个麦将军倒还真是个人才啊。这样一来，那这当地的流寇岂不是已经肃清了？皇上啊，既然如此，不如将大军撤回呀。皇上，老臣另有拙见。讲。虽然皇上英明，我军能够大获全胜，但是我朝跟流寇也争斗了很多年呐，深知这流寇不是轻易能够被剿灭的。如果此时将大军撤回，那流寇有了喘息的机会，死灰复燃，那我们岂不是重蹈覆辙了吗？太师啊，你这也太过于有点杞人忧天了吧。麦将军一战杀敌10万，就算有几个漏网之鱼，又能成得了什么气候啊？哼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，当初我们就是像曹大人如此这般过于大意，才使得流寇横行的。可是田太师，你是否知道维系这么大一支军队每个月需要多大的开销啊？为了国泰民安，这点开支又算得了什么？难道为了节省开支，
我们就得让出半壁江山吗？皇上，现在国库空虚，咱们可不能因为一点隐患就得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呀。皇上，那流寇再次四处杀虐，这个代价也可不小啊。太师，好了，不要再争了。不过维持这么大一支驻军确实有点难，但是也不能撤军呢。那皇上的意思是？这样吧，军队留下，就让地方上来解决此事，自给自足吧。啊，皇上，这依照欢喜府目前的状况，这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呀。皇上，哎呀，哎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万万岁。哎，公公请留步。那个皇上他真的要我们自己解决那个驻军的费用啊？是啊，反正朝廷是不会管了。啊，可是我们的刚刚才被那个流寇洗劫过，这一个月之内哪来那么多的银两啊？皇上说了，这就要看你们的本事了。啊，两位大人啊，小的要回京向皇上复命去了。好，那慢走。那这分明是要我辞官的节奏，干脆杀了我算了。哎，你不用说的那么绝，皇上这么做也是为你好，人生充满了希望。哎，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是看你人那么低沉，就想这样激励你喽。那你别刺激我了，你干脆呢帮我想个办法，比什么都好。嘿嘿嘿，关我屁事啊！问你刚才不是说要激励我一下的吗？所以我才再说了一句人生充满希望之后呢，又说关我屁事喽。可是不是说一府两制吗？你怎么可以置身度外呢？哎，喂，你没听清楚，圣旨上明明写着要你接旨的，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是由你去解决的。至于说我呢，我只要负责管好西半边就好了。喂，还记不记得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呢？哎，那是不是应该呢帮帮我啊？要你不是救命恩人，人生充满希望我都懒得讲啊。我谢谢你全家。哇，有必要做得这么绝吗？连桌子都要分一半呢。哎，说好了东西分管的吗？当然了，别过界啊。你也是。来，升堂。喂，喂，一只脚站一边，那这属于你的还是我的？哎，先分清楚他是来自哪里的喽。啊，老婆，你是来自城东的还是城西的？啊？什么？啊，我是说你是来自城东的还是城西的？哦，我来自城北呀。啊？这，那你是来自东北的还是西北的？东北。那就到我这边来吧。可是你希望谁来帮你做主啊？不能这样问的吧？什么？哎呀，人家那么老了，为什么不能让人自己选择呢？哎呀，老人家，你要谁来帮你审案呢？哪个官啊？来，老伯，你有什么冤情？哎呀，大人呐，老夫肚子饿呀。哦，那你在杜云腾馆的那个片区里早晚会被饿死啊。喂，你咒我不得好死啊你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老人家，为什么没饭吃啊？是不是你儿女对你不孝啊？哎呀，吵什么吵啊，吵死了。哦，哎呦，你有何苦衷啊？什么？哎呀，他问你为什么肚子饿。老夫自幼贫贱，也无儿女，身无分文呐，大人。啊，原来你不是专程来告人的，那我该如何处置啊？
大人，我只想要一个能够糊口的营生，就像给个活干就行了。哎，哦，要你都那么老了，扫地也不行啊。大人，是让我扫地呀？啊，不不不不不不，哎，不是，谢谢大人呐！哎呀，那人是你请的，工资你负责。嗯，哎呦，我嫌多吗？缺人，哎，你过来。哎，退堂。喂。老人家，我是要你到这边来扫，不是要你把垃圾扫过来啊。什么？听不见。我说知道了。哇，这么快啊，要干活就听不清楚了。哎呀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，给洛公子做饭呢，每一天都要不同的九道菜吗？你看，这几个跟昨天一样，成何体统啊，杜大人！哎，你说是不是啊？相公，吃饭啦！你不是应该在那边吃的吗？你是我相公，人家当然跟你一起吃了，对不对呀？哎，你看那正好有个空位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喂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来来来，来喝汤。哇，哇，那个汤那么清澈，是什么汤啊？蛋汤。哇，这么大碗，可能是鸵鸟蛋汤啊。麻雀蛋。麻雀蛋，麻雀蛋，哎呀，真是够了，很难找得到的，很难找的。谁说的？我找给你看。看见了吗？好大一颗呢，来吃蛋。哇，这个麻雀蛋这么精致呢，还是留给你吃吧。来来来，不不不，你需要补身体，你来喝。不不不，还是你来，还是你来。哎，给我加点菜，你喝吧。哎，小姑娘，你吃吧。太精致了，我受不了。你喝吧。哎，我受宠若惊的。你喝吧，曹姑娘。不如我们一起吃吧。来来来来来。哎，太子，不用那么麻烦了。你看，反正我们这里有位置，要不让曹姑娘到我们这儿来吃不就好了吗？哎，对不对啊？哦，也是也是，曹姑娘，过来一起。不用了，我就在这儿吃，挺好的，谢谢啊。你干嘛？哎，不好意思，看错了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坐下来坐下来来来。你干嘛呀？不好意思，又看错了。哎呦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哎，来来，我们吃饭啊，我们吃饭。我要吃一个。大人呢？啊。你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要不然你去那边吃吧，吃这些你身体怎么能撑得住呢？不用了，我撑得要死，要去你自己去吧。我不去，我就是爱喝汤。哦，原来人饿久了也是会发疯的哦。喂，你别太过分了啊。干嘛又想发神经啊？想不想怎么错过那500,000军饷？你在发疯啊？什么50,000？一人一半，我只出25,000。什么？天都没黑，你就这么快做春秋大梦啊？我才不管呢！你要给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哎呦，曹姑娘，凭什么呢？就凭你虚报军功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吧？你跟朝廷说你杀了10几万流寇，其实那就是10几个而已嘛。我只不过想跟他们开个玩笑，是他们自己没有幽默感。让皇上知道的话，你就要满门抄斩了你。哎呦，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吗？10万。好，现在你从满门抄斩变成了凌迟处死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你带兵不利，带兵犯险，军法你比我清楚多了吧。好，你
好，再减10万。现在你要有凌迟处死的，变成了这个。等等，干嘛？我虽然行贿呢，但是你受贿也有罪呀。好，那一人让一步，我就收你5万吧。那就是25万，那不就跟刚才一模一样吗？那说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呢？吃你的饭吧！哎呀，25万就25万嘛，我吃饭。喂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过来的？我的菜呢？不是，我本来就是要交给你的。大人，哎，怎么样了？一文钱都没有收到。啊，哎，现在我们连乞丐都比不过了。东城那边的状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那我们的库存还剩多少？没了。没了？我是看百姓过得太辛苦了，就把我们的钱分给他们了。啊，你做的实在太对了。哎呀，面对这25万两呢，剩下这点点钱呢，简直就是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啊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不按时发放军饷，万一士兵哗变，皇上怪罪下来，我们也担当不起啊。哎，看来只能这样了。哇，就只带了一个人，那么冷清啊！啊，切，有用的人呢，一个就足够了。哎呀，不要死撑了，不如这样吧。怎么？反正呢，我这边人多，要不我借几个人给你撑撑场面，好吗？这这千万不要！我们成都人呢很有骨气的，你们城西的别过来污染我们啊！正所谓骨气又不能当饭吃，吃不饱的话饿着怎么办呢？那走着瞧喽，看谁能笑到最后啊！对，谁笑到最后我是不知道，反正我已经开始笑了哇！哈哈哈哈哈我一个人呢就可以干掉你们好几个。大人，这么胸有成竹，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？当然啦。虽然呢财富都在西边，只不过呢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在我们东边嘛，除非他们不想过日子了，否则他们必须要买我们的东西啊。从明天开始呢，所有的货品我们统一贩卖，提价30%，我看他还能不能笑得出来呀。好，看你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公子啊，你想买点什么呀？不知道曹姑娘有什么好的推荐？我怎么知道你想买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。哎，哦，这个要哦，年糕买了100两。啊，100两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曹姑娘，要不不不，200两年糕。洛公子，我呢只是……哎呀，曹姑娘，你既然喜欢，我就送给你。如果你高兴的话，我把整个摊子买下送给你。不是，不知道500两够不够啊？500两，你把曹姑娘一块买了得了。喂，对，休得无礼！曹姑娘，别见怪啊。不会啊。嘿，钱，快点儿。哎，不是，真的不是。不知道用这500两，能不能让曹姑娘赏个脸，陪在下到一个景致好的地方，看看月色。光想想就浪漫了，是不是？不，看月色吗？哎，相姑娘，你难道就真的没有什么要买的吗？我想买双鞋。嗯，鞋？嗯。哎，那儿正好，这边有。哎，来，我帮你挑一双啊。嘿嘿嘿。你看，大红色，喜庆。喜庆，所以这是新娘穿的，我穿不了。对，
哎，到时候你成亲啊，我送你一双。谢谢。再帮你挑一双啊。啊，那那那，这个颜色好，比红色稍微淡一点，粉色还是今年的流行色哦。可是粉色太艳了，我不喜欢。那行，我再帮你挑一双啊。啊，这双黑色，朴素大方，百搭，绝对不会过时，而且鞋跟还高。鞋跟高？啊，鞋跟高就算了，我怕走路崴脚。那我再帮你挑一双啊。这双跟你的衣服颜色那么相近，而且是同一个色系，搭配绝对不会错的。还没鞋跟哦，你看看，这双看起来倒是不错。那你赶紧付钱吧。可是，做工比较粗糙。你到底想买什么东西啊，思密达？我想买辣椒是吧？啊，辣椒这儿没有啊。哎，可以买槐花蜜吗？哎，槐花蜜可是能美容养颜哦，皮肤会越来越好，又白又嫩的。真的？当然。我要。多少钱，老板？80文。80文。哇。不用找了。哎，怎么？不用找了。不用找了。这是什么水舀啊？你想啊，连蜡烛都买了，怎么能不买它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想想啊，万一你们正甜蜜的时候不小心把蜡烛碰倒了，哇，起了好大的火，是不是应该用水舀来救火呢？欧尼，你的脑子好聪明啊。要了。好，买了。水舀多少钱啊？40文。哇，40文，好便宜啊。不用找了。哎，好聪明啊。欧巴，爸，你买了什么？我买了好多东西啊。这些东西多少钱买的？一起140文。喂，你乱开价哦！喂，哪有啊？这个东西在你们那边买呢，100文只能买20个，在我们这边买呢，30文可以买5个了。哇，就是啊！不用算了，我哪能骗过你的聪明才智呢？就是啊，欧巴，欧尼让我买的，而且他说不用找了。欧巴，欢迎下次光临啊，亲！一次愉快的购物体验呢，亲！走了，相哥，放手！走了。骆公子，喂喂喂，什么骆公子啊？叫的尊重点，现在没有外人。哦，知道了，公公。谁让你叫我公公的？真的很像公公吗？我是让你尊重点我们公子，叫太子啊。哦，我会的，我会的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麦大人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处境不妙了？殿下，你放心，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不过，如果你有意见的话，可以提出来。其实我呢，本来不关心你跟杜英腾谁输谁赢的。但是我为了曹姑娘，我呢决定站在你这边。哦，好，殿下有何高见啊？其实这个办法我早就想到了。你不早说。刚刚想到。大家早啊！要知道那么早叫大家来，当然就是要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啊。其实我知道，大家很多时候呢都要到东城那边去消费，或者是购物什么的。我也知道确实有这个需求，不过现在东城那边把物价抬得很高，但是那边有些东西呢，大家是一定要过去采购的。所以，我在听取了很多民意以后，我决定从今天开始都不会阻止大家到东城那边去消费啊。
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实行一个新的政策。这个政策呢，说复杂其实非常不复杂，说简单却有一点点不简单。就是从今天开始，无论从西城到东城，或者从东城到西城，一律要交一个过关费。过关费？什么意思？怎么有意见是吧？我知道大家有点听不懂嘛，所以我准备具体一点，跟我的同僚示范一次过关的手续，非常简单啊。嗯，好，这位同僚要过关吗？是的，请交过关费。嗯，没错，就一两，请过，就完成了。你看他过关以后呢，白白胖胖，笑容满面，健健康康啊。现在我示范一下，不交过关费会怎么样？你要过关吗？是的，请交过关费。没有，不交，我们就是不交，不交。来呀，再来打！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不交费的后果。还要再关进大牢三个月，怕不怕？所以嘛，只有那么一两银子，那这就别省了嘛。捕头，要交过关费呀！过关费，交给你个头啊！我们打不过他。那行你！不，将军，我是故意的。不，我是有意的。将军，您说了算。哪儿买的？欢喜府，我喜欢。给您留着。杜云汤与麦芽汤与我有血海深仇，我一定要杀了他们，才能后快。但是他们两个人诡计多端，狡猾得很。中原有句古话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百战不胜。胜还是不胜，将军您说了算。小坤坤，当然是胜了。是。哼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先乔装混入欢喜府，摸清对方的情况，再攻其不备。出发！这么快。我喜欢。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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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军，他们造反啊！我喜欢，走。好，走，快走。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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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大家是有诉求的，有诉求。不过我可以跟你们说，今天谁在这里示威抗议，以闹事罪处理，全部关进大牢。我现在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谁不怕死的，往前走一步。
就你们三个不怕死是吗？把他们拿下！干什么动物？放手！你干什么？别拉着我！放开我！放手！干什么？你们！放手啊！你站着干什么？住手！回家！牢房在东城，我们想办法把将军营救出来。今晚子夜动手。按原计划扮作普通百姓混入东城最好，总要先摸清楚情况，而且在东城找个可靠的地方救出将军后在那儿暂避。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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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人抗议还不回家是吧？抗议！全部拿下！好，还不走！现在就你们两位英雄不怕死是吧？大不了关进大牢里。哎呀，你呢只猜对了一半，你确实是要被关进大牢，不过在关进大牢之前要先被打，打了再关。太惨了！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？是啊，这一直关着也不是个办法呀。可不是。我们这样都会被关进来，真是太冤了，是。老大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？不要着急。村口和井口的武功高强，据我所知，他们一会儿就会现身。快，听，快来了。二位大哥，能商量商量吗？废话！喂，你看他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人，他们为了不交过关费，所以这样。那你不能让他们这么胡来啊？但是他们也没过关呢，没发收费。你还不停手？你们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就杀了他！你干嘛？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刁民啊！混成这样，你不觉得悲哀吗？你别操心我的事，你还是先管管他们吧，想办法把局面收拾一下。这热闹的！来人！在，把他们全部分开！在，好的。哎呀，我发现你也很暴力啊！别动了，别动了，老实点！哎，你，站好，往后退！你们这帮泼妇刁民，反了是吧？耍聪明是吧？你们这样丢来丢去的买，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？看都没看过，里面可能是烂的、臭的、发霉的，什么都会有。我告诉你们，谁再敢这样买东西的话，全部拿下，坐牢三个月。哎呦，听到没？还有坐牢？现在全部去交费。这，我就是军官，好吧？让不让人活呀？
干什么？诈尸啊！今天可证据确凿了吧？你可不能赖账了吧？你的腿越界，安官府规定，快向我缴过关费。你的衣服也越界了，快付我五分之一的税钱。你拿过来，你，我的衣服还给我。干什么？给我，这是我的衣服。你越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敢打我？你给我起开！还敢打我？反了你！堂下何人？哎呀，喂。到底是你审还是我审呢？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哪边来的？问他们喽。哎，你们俩到底是东边来的还是西边来的？我们夫妻的家连床都一分为二了，我们夫妻俩也分属东西城。我那你们要告什么？睡觉的时候他腿越界，该交过关，过关费给我。有道理啊。那你的衣服也越界了，你也得付我税钱呢。说的也有道理啊。哎，就这样吧。这个男的呢，就罚你先拉下去重打50大板。哇，那娘子呢，不发配边疆3年都说不过去呀。哎，杜大人很尽兴啊。好，丈夫再罚你到长白山山顶种荔枝2年。大人，哎呀，去长白山山顶种荔枝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你都能判得出来？那娘子必须去修长城，从山海关呢修到嘉峪关啊。大人，我们不够了。哎，不够了，不够了。闭嘴！你犯案手法那么残忍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，必须重判。老板，老板，怎么那么早就打烊了？等了半天，一个人也没有。这不早点打烊吗？一个客人都没有，怎么整条街都没人了？哎，苛政猛于虎啊！早就收市了啊！哎，东城现在根本没生意做呀！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呀，你说，又是过关费啊，又是税收，他们是越做越穷啊，也就不来了。你说他们不来，我这东西卖给谁呀？是是是是。我这边。走了，哎呀！
走，走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小姑娘无情啊。欧巴。你在看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一个男人的一生，除了事业，就是为了女人烦恼。我的事已经那么好了，当然是为了女人烦喽。你被甩了？你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？没可能。就是啊。又没有人喜欢你，怎么可能被甩呢？去年有一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，结果他就死。不过我看你是个女人，我就原谅你了。那欧巴，你到底怎么了嘛？哎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啊。哎，那还不是被甩了？感情这种事是很复杂的，你不懂的。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喜欢过一个人？那你有没有跟他说呢？你不跟他说，你怎么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呢？他当然应该很开心了。你哪来的自信啊？因为我很不错啊。人生有三大错觉，第一，觉得自己很不错，第二，明天会更好，第三，就是吃不下。那欧巴，我都开。什么开？啊？怎么办？啊，那你首先要跟你的心上人说。如果对方那个反应不好的话，也千万不要伤心。啊，很好呢，也没什么。我有话跟你说。说。都说有话要跟我说了，又不说。哎，流水啊流水，你什么时候才会喜欢上我这个落花呢？流水啊流水，你什么时候才会喜欢上我这个落花呢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啊？借酒消愁呗。哎呀，酒入愁肠，愁更愁啊！哎，到底有什么不开心的？来，跟我分享一下，没准我能够帮你呢。杜哥哥，你们男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？哎呦，问得这么直接，让我想想啊。
口水，小孩子心肠。哎，只不过也要带一点点小小的娇羞啊。娇羞？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啊。心里明明喜欢你，却又不肯说。他想对你好呢，偏偏对你更凶。越是喜欢你呢，就表现得越凶。凶？全天下，就只有他能欺负你啊。我的。直到你面对危险的时候呢，他才会奋不顾身地跑出来保护你。这样的女人才是极品吧。哎呀，睡觉之前做一点运动。过来。总算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一觉喽。哎，公德心啊，知不知道三更半夜那些孤独男人的心态呀？是你，欧巴，疼，江哥，你真的搞错了，我真的不是你相公啊。没有，给我放开他。这是我相公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就不放。相公，我什么？胡说八道，不准骚扰他。我同意，谢谢你啊。这世上能欺负他的人，我啊，别，只有我可以。等着啊。看到吗？这是我相公，要欺负也是我欺负。什么？我欺负？我欺负？你们能不能听我说两句？闭嘴！你来了，快看看。杜大人，你让我调制的迷烟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看看，再看看啊！只能我欺负他！我欺负！我欺负！我欺负！只能我欺负！杜大人，我们再不过去，麦大人要被打死了。哎，不会的，你看那个块头没有那么不经打的。杜大人，好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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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味这么香啊？来，带你去宵夜啊！我告诉你们，谁都不准欺负麦亚腾，要欺负只有我欺负。欧巴，一个月又到了。25，25，25，25，嘿嘿，给钱。25万，25万，25万，时间过得可真快呀。我现在只有15万而已。哦，那就是没有凑齐咯。凑不够25万的话，就别怪我无情无义咯。那你想怎么样呢？哦，我是这样想的，等一下洗个澡，然后吃个饭，再睡个午觉就可以了。不是啊，我是说你要把我怎么样啊？哦，
之前不是说好的吗？如果你凑不够的话呢，我就上报给朝廷知道，然后朝廷就把你撤换了，派个有用的人来换你就好了。哇，可不可以通融一下？哎，当然不可以了。那你宽限点时间给我总可以吧？嗯，以我们两个的交情，时间一定可以宽限给你。好兄弟，明天。哎，不是吧？我昨天才帮你让你免受皮肉之苦来着，现在你这样对我，你有没有道义啊？那就皮肉之苦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正在享受之中呢？哎，明天，明天，明天啊，明天，明天。陆大人来了，你们两兄妹来得正好，有件事情呢，想和你们两兄妹呢，商量一下。杜大人有什么事，尽管吩咐。不知道两位手头有没有点松动，我想问你们借点小钱呢。要多少啊？啊，不多，十万两。十万两？哦。喂喂喂，等一下，你们以前是打劫的，应该还剩很多的吧？喂喂，别走啊。十万两，你是替杜云腾借的？我就知道你是替杜云腾借的，跟我借钱去帮助杜云腾，这种要求你也提得出口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啊？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你认为我是真傻还是假傻？你真把我当傻子了？啊？是，我是任何事情都愿意帮助你，但那并不代表你可以利用这一点让我去帮助杜云腾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说话呀。太子。哎呀，我的天哪。你别以为你这样我就会心软。我告诉你，要帮助杜云腾门儿都没有。说完了吗？啊？那你借不借？借不借？不借。借不借？不借就不借。好。啊，记住了。你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就送你去见先帝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失望了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哇，给了你一天的时间，你半天就搞定了。好说。哎呀，这种靠女人吃软饭的本事，我是不会的啊，真的要靠你了。我真没用，不如你们去西城吧。我才不去呢。你去的还少啊。你是谁啊？你算老几啊你？啊！杜大人，我艾怡优原来是个山贼，但是我也是个有文化的山贼，我还是分得清是非的。那麦亚堂与洛公子，不懂民生，不解民情，现在老百姓早已怨声载道，我是绝对不会助纣为虐的。谢谢你们。年糕，年糕，年糕！哦，大胆，还不送礼？年糕，这民间能工巧匠还真是多。哎，你快看这傀儡娃娃，真有意思。啊！太子，你还捂着玩啊？你有没有发现，这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，这东城已经繁华起来了呢？我有什么办法？
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哎呀，你自己想办法。是啊。哎，齐家治国，看来这个杜云腾啊，真的比我适合这个太子之位。太子，你怎么又说这些话？这话要是被皇后娘娘知道了，肯定要责罚的。他把我立作太子，无非就是觉得我像这个娃娃，能被他控制。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啊！哼，太子，你就非要让那个杜云腾处处把你的风头抢去吗？可别忘了皇后娘娘的话，要是失去太子之位，哼，恐怕曹姑娘也不是你的喽。别瞎说。如果让杜云腾上位，你这个昔日的太子秦平，他岂能容你？就连你那个心爱的曹姑娘，也不会再是你的。大家都爱曹姑娘。哎，曹姑娘，曹姑娘，你怎么走了？不喜欢吗？曹姑娘，你叫我来就是让我看这个的吗？你都多大了，老玩这种小孩的把戏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整个欢喜府流寇未除，赋税加重，百姓如此的疾苦，难道他们还抵不上一个破木偶重要吗？曹姑娘，你说的这一切既不关你的事，也不关我的事啊，对不对？是不关我的事，但是关你的事啊，他们都是你的子民，你身为太子，难道不应该去关心他们吗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你说。不是我想让你怎么做，是你自己觉得你应该怎么做。整天跟满牙堂这样胡闹，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去跟杜大人学学治理之道。哎，曹姑娘，你知道我喜欢你，你不能拿杜云腾来羞辱我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觉得你应该多为他人去着想，多为百姓着想。我为他人着想，我为你想的还少吗？那个杜云腾他什么时候为你着想过？他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忍饥挨饿，替自己去四处借钱，这也是他的治理之道吗？是，我是忍饥挨饿，四处借钱，但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太子，我想你也看到了，杜云腾现在过得如此疾苦，但是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向百姓伸过手，没有增加一分的赋税。东城的日渐繁华和西城的日渐落魄，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，难道这些你不应该去反省吗？凭什么让我去反省啊？他们穷是因为他们蠢，把自己的懒惰归罪于治理无方，凭什么呀？他们干嘛不去种地，不去做工，自己不坚强，让别人替他们坚强，饿肚子就实属活该。种地做工，地呢，工呢？你知道吗？你就是因为从小生活太过优越了，根本就不会理解百姓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感受，也不会理解当自己的家人躺在自己的怀里还没有钱医治的感受。你真的什么都不懂。是，我是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换作我一无所有，我绝对活得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好。我即便没有地种，不能做工，我也可以去卖艺啊！我卖艺总可以了吧？卖艺？卖什么艺啊？吹箫啊，还是练剑呢？如果你不是从小生长在皇宫，你会吗？你不要再自以为是了好吗？如果你没有钱没有地位，你就跟普通的百姓一样，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我跟他们不一样。青丝成霜，冻醒了红颜，你的泪应是在我枕边。细雨沉帘，滴落在雨前，谁为我争取一场。
雨雪。